夜店打到 KTV， 大乱斗一小时四集。这些逞凶斗狠的画面，最近在东区凌晨夜店外不断上演。拉开，警察，拉开，拉开，警察，警察，拉开，先拉开好不好？先拉开，最起码赶紧清醒啊！最起码赶紧清醒啊！先拉开。昨天凌晨四点过后的一小时内，接连发生四起斗殴事件。先是在夜店拉瓦的门口，一名男子被四人围殴。接着半小时内，在100公尺内的 Baby ATM、ATT 否放夜店 Mr 都有酒客喝醉酒，跟不认识的酒客发生口角开打。他站一下，他站一下，来来，这里危险的，我们到旁边，我们到旁边拿，到危险的，我们到旁边拿。凌晨五点多，钱柜 KTV 中校店因传播妹吃醋，发生竹联帮、雷堂两派外围分子帮忙出头斗殴事件。来的时候就拿酒瓶就砸乱砸乱砸。五人被打破头送医，警方昨天傍晚带回九名涉案对象，除了第一起被围殴的黄姓男子，其余案件都没人提告。东新闻平安回家最好，报道。